大家好，我叫吴磊，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两年多我在 ID 诊所的心得和体会。我非常喜欢徐医生，他不仅人美，而且精通双语，这样对于我这种英文不太好的人来说呢，感觉非常的方便。徐医生的咨询呢，他非常的细心。我记得第一次来 ID 诊所的时候，徐医生整整为我咨询了40分钟以上。每次咨询的时候，就是对于我这种想变美却又不知道该如何改变的人来说呢，总能给我最满意的建议。ID 诊所的其他员工也非常非常的耐心，他们总能在我的项目前、项目中以及术后给我最好的服务，让我放心的做每一个项目。我觉得 ID 诊所呢，不仅仅是一个安全变美的地方，它还能让我们在这儿愉悦身心，让我们的自我认同上得到提升。